将机器在地面上水平放好，安装前后工作台。安装后输送带，检查电器是否在运输过程中有螺丝松动，然后将机器接地线，接通电源，使机器正转。根据带口与板面的距离，在大板滚上找到相同的刻度贴板，印板厚度为4到5毫米。将油墨加入油墨斗，加入1/3的稀释剂，调节网滚与胶滚之间的压力，调节网滚与硬板之间压力，遇到不等厚的字板可用双面胶垫平，调节左右定位，适应带片。适应后调节前后定位，调节印板压力，调节压力平衡调节，注意为机器活动部位加油。印刷完毕后，将油墨放入墨筒，或将油墨斗分离。调节网滚与胶滚分离，否则会损坏胶滚。操作技术不熟练的员工可以空机练习。